一直都可以看到那么多瞎，我一定专心的，我就看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印证。哦，我去德国的时候有看到这样子，刚刚去想这句话，不要看着因为军人啊，用过去生的嘛，你看，因为德国那个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所以不要喜欢单哦，蒙，不要老是去看这个，我是都是看到那个蒙不上了，我喜欢看呢，这句话蒙是幻象，都一样是边缘系统，哦，那后来就是存档，那做了出书，经常我经常你讲啦，神通就跟魔界都结在一起，所以你嘛去泰国了，做这人感觉到一空旷无人哈，啊，每个人讲的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哦，列。他只要一直行菩萨道，真正的菩萨道哦，我讲是正当菩萨道，不用去拘拘他的财哦，不能成为他妙事，下一辈子的过上面又来哦，不是这样子的哈、哦，他是一股清净能量。好，现在家里现在好不好？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这个供养哈、哦，其实它跟布施是一样的啊，供养里面就是有那个恭敬的成分在里面哦，比如供养的范围很广哦，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也是在。供养我们自己，然后你修行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利益众生、利益别人，好、哦，啊，将来能够成就，好、哦，这个一步一步哈、哦，依照这个次第，依照方法，好、哦，这个过程当中哈、哦，就是那天我们讲过嘛，就是一就是戒定慧的戒，好、哦，就是依教奉行，好、哦，那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哈、哦，那其实供养我们最主要就是身口意，好、哦，身口意包括我们身体的那个动作哈。哦然后你嘴巴讲的话、哦、你的意念、哦、最好都归到清净里面，就是不要有那些邪念，阿赖也会污染，有自私的存在，因为你有自私就是有我，你的烦恼就来了、哎、因为都是我们在造业，有我就有污染，刚刚老师讲的与生俱来就四种祸嘛、哦、我见 我爱还有我慢我吃、哦、每一个众生那个俱生果子它与生俱来就是具备这四种祸、哦、那我们呢我们要返回去要回到白净寺那个四祸一定要转将来就是八四里面就是转八四成四智、哦、就是我们的前五世就是转成那个成所作智然后第六意识就是转成那个妙观察智第七意识就是我们那个执着就转成平等性智然后我们第八阿赖耶是那个污染的那个事就转成大圆净智就像我们老师讲的这个白净智它里面是空的、哦、空性、哦、它里面是无形无相的干净的没有污染的那种事、哦、然后那个法里面讲说那里面没有我也没有一切的法非常的干净、哦、非常因为它非常干净它是属于空、哦、所以它能量会很大、哦、那就具足一切、哦、又回到我们六祖坛经里面讲、哦、就是那个白净寺它具足五种、哎、何其自信本自来考考大家本自具足然后何其自信本不动摇、哦、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哦、那还有一个清净、哎、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哦、然后一定要哦、那个六祖坛经它的总体就是说、菩提自性本自清净这个菩提也可以讲我们老师讲的白净寺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因为方便的运用就可以讲说真如啦自性啦白净寺啦佛性啦什么很多都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哦、就是很干净的我们这个、哦、就是归到这里面来、哦、你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哦、培养你成佛那呢你我们就是说刚开始我们就是身口意我们要清净、哦、去培养、哦啊、这里面慢慢我们就你达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慢慢的心你就会发心就像老师讲的发愿那个心它会慢慢出来嘿就是你到一个程度、啊、那个不用说你一直想说我要发愿我要发愿你就是说你每天不断的这样子做你归到正法有一天它自自然然它就成就然后什么叫发心供养呢我们讲说像佛教都讲说我们常常有在念那个偈嘛我们就像我们吃饭嘛老师说吃饭也是要供养什么供养感恩天感恩地感恩一切人其实一切都要感恩然后呢供养我供养法供养
三宝哈，三宝是引导我们，就是说从迷里面走到觉哈，走到成就那一条路上哈，那所以三宝要供养，然后呢，哦，我们老师最特别就是说，一切的恶也要供养，一切善也要供养，哈，这个就是讲平等哈，平等清净哈。那我们一般我们的凡夫的心态说，那个恶的我讨厌，我不喜欢，我不要。那就是恶的，就是更需要供养，因为他本来也是具足嘛，哈，具足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染污的哈。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即使供养一切，到最后是在供养自己，你在涵养你自己嘛，对不对？你意念发出去了，你有那个心念，到最后他会回来，回归到自己，就是你培养啊，这里面的过程都是培养你。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老师讲的白净寺啊，就是要你成就成佛成菩萨啊。啊，里面啊，它自自然然，你这里面它本质具足，它就有无穷尽的力量啊。那时候啊，你就整个那种状况，就是佛菩萨那种状况哈，那时候就没有我的啊，也没有法，你不会去执着一切的法。包括说我们看到的相，因为我们众生都很着相，看到了喜欢的、不喜欢的，或者是人家讲你一个什么，哦，你那个里面就有印象了。那给你俄罗斯欢喜噶，哦，里面的欢喜就是那个印象就有了。啊，给你嫌，给你骂，哦，你等于就不欢喜，那个都是属于着相，哦。然后里面有讲到我们六祖坛经，就是说离相离念，包括那个念头，哦，那个念头也要离掉。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本来这个白净是它心净无染，它是什么都没有，寸丝不挂。你有一个什么概念，有一个什么相哈，哦，这个又可以讲到我们金刚经，哦，金刚经讲说，菩萨应无所住，哦，无不住于色，哦，身香味触法，哎，那我们每天都在住在这里面，所以说哈，哦，你要脱开这个，你才有可能回到那里，一切法包括一切。那个一切法真的很难错，你有一个想也是一切法，有一个思也是一切法，我们都在思想里面，到最后这个思想也是属于念头，都要把它打掉，就是变成说，那个境界就是老师讲的粉碎碎骨，那个禅宗的里面有很多了，什么大地层、平层啊、粉碎碎骨啊，都那些。不过这个就是说你要去正道，谢谢。佛法讲闻思修，我们现在都在闻嘛，我们也在思，那最主要就是要修啦，因为你没有去修，你没有去行思，那些好东西都是别人的，不能当成你的养分，你不能把它消化吸收变为你自己，哦，你就没有办法提升。那所以这个修我是觉得是最重要，当然闻这个三位一体，哦，你没有闻，你没有去思，你没有去相信，你没有去理解，你也不可能去不知道要怎么下，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文思修很重要。那个话要讲回来，那个信解行证也是很重要，这个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到最后就是说成就说，这条路老师都叫我们就是说不要有那种自私啊，有我的什么，就是说没有自己，只有别人啊，到这个时候，你那个力量就很大，你生生世世你就比较无碍，真的，你能够这样子做，你就是要成就就很快，而且人就是有自己才有烦恼，都想自己，想自己怎么样，你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哦，我家己感觉讲我要安怎，我想安怎，啊，别人爱来符合我。所以这里面就是他已经这种很多烦恼，然后他自己也烦恼不断，然后就是说那个念头不断，他等于说拿绳子在绑自己，啊，同时他也去绑别人，因为你身边的亲人用你的想法，我要安怎，你爱来对我安怎，你爱友好我，你是我的命，你应该对我安怎，人我们众生那管部的心态都是这样，这样让我们辛苦，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都是因为有这个我，有这个执着，所以我们要老师以上的回到白净寺，彻彻底底把这个我打掉，你才会解脱，才会自在，无你让这个我绑掉的。
给你给说话感觉过去帮别人过后帮人办哦，这样子哎哎，他自己都不知道哎，一关帮人办的，哈哈哈哈哈，一家帮他这几关，哎，当然刚开始因为挂有没有太习惯，因为咱先生细细拢懂这个挂，哎，所以咱每一个人来出席，伊都是比较讲。哦，我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想法是对的，我有这种想法，我有那种想法，我一定要安呢，我一定要来安呢，哈、哦，非这样不可，非那样不可，然后别人要来配合我，你想想看有的，你都安呢，别人敢袂安呢？所以就会打架了嘛，就矛跟盾就一起了嘛，啊，这个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识货的火箭，然后呢，我爱，爱就是贪嘛，每一个人出席拢是。你无贪福，我就得幸福啊！没有爱娶我，十二姻缘里面有讲啊。那所以说，这个贪真的是刚刚那个时间这样子的，因为佛法讲说三恶道嘛，就是贪嗔痴嘛，哈。啊，你哪贪，把这个习惯、这个内容、不用就表一尊哈，你可以想那个道是什么？恶鬼道。我做经历跟你讲，你跟讲你好听啊。哎，啊，所以说哈、哦，佛法里面又有讲一句说，因地不争，果遭遇取。哦，这个因地，咱的心本在正面的因，一定爱正面正觉。你也一定爱依照佛祖甲咱教这个真理，哦，啊，咱来去了解，咱知影，啊，就是讲依照这个真理去做。哦，啊，佛法讲一定讲叫咱讲去除贪嗔痴，哦，贪嗔痴、贪心，你后摆你贪了就。就习惯了，那个容易出来时，会差点去恶鬼道，无几道。然后呢，嗔呢，就好发现贼啦，哦，就好嫉妒的啊，吼，哎，啊，当不当就是安尼啊，就是整天很烦，很那个，到最后是什么？低血糖，啊，你是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啊，好诶，嘛分袂晓，啊，歹诶嘛唔知影，啊，事理分袂清楚咧，啊，大家呢，翻车车干嘛过啊？哦，过到尾你是怎样的？那个力量就培养很强的时候，到最后是什么？哦，畜生道，一点威压起的。因为咱轮回是这个业的，你逐天的培养，逐天的训的，逐天的习惯的，嘿，咱的习惯是来讲哦，那个坚牢不可破，嘿，啊，就是这一股力量带你去轮回的啦。那这全部淡掉啊，四大教就回归本位了，要破一个我没有啦，就是那个力量在。带你去轮回，老师刚刚画的啦，哦、就是带你那个无形的，哎、欸，那个种子实在是很奥妙、很不可思议。你种下去的，哎、欸，讲死千百劫，你都未歹啦，那个识别片你都是未歹，就不可思议。阿妈别讲毁灭啊，不会哦、喔。啊，你要怎么去净化它呢？我在想说，哦，那个白话讲那么多，哦，那个很复杂，真的不是一个师傅哦，总共一百话，你要怎么去净除？你干那一个话，你都困扰不已啊！六百多嘞，六百六。以前是六百六。六百六十。啊，现在归纳为一百法。其实每一个法，它里面的内容都很深很广、哦、你要好好的探讨的话，它真的是哈、哦、说不完啊。所以我们那个心哈、哦，心念所产生出来的，不管你是神还是佛观，哦，啊是什么观哈、哦，它真的是重重不尽哈、哦，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尤其哈，我刚刚我最近哈，我拿看报纸哈，被抹杀了啦，或什么，我们看到会很可怜其实我会感觉到很恐怖。我们这个八世品种，你所种下那个种子，就在那个你种的那个种子，真的我看到我都毛骨悚然，真的我会掉眼泪，就是那个不可思议那个。所以现在那个家人在讲就非常好，另外后来那两天那点上面谁又在杀谁，谁又在杀谁，你不要听他打抱不平，知道吗？对，因为他过去的种子太深了。哎，那现在拢会用咱的想法，用去说。好。咱看无，因为过去说，反正，譬如讲你去说，你学这个灵力，学这个修感，啊，你看去说，咱一定用去说的，也未准。你过去说，你唔知安怎修啦，安怎做歹啦，肯定唔知影。哎，啊，所以说吼。这个过去式我们都迷掉了，但很怎样、哦、就是你去批评不正确，因为过去是有那个经济，哦，这些里面教育，因经济浮出来，各个的境界来，哎，火爆产生了，哎，
我们的业因果报相续相就是这样子，哦啊，所以很恐怖，真的，我自己看到我都我紧张，我哭是在哭这个，即使人走了就走了，哎，我说这个都对了哈，侬莫去看。对吧？啊，我就是一个原则嘛。我说过，常常讲讲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哦，啊，把握当下，当下即是做对的事情。对。过去就过去了。对对对。未来的我们就不要看那些东西。我们不要再熏。对吧？因为你一熏就又有分别。对。哎，然后分别呢，你那个执着又很快就见。可是你看到哦，就讲你有看到这些遗失的爸爸妈妈哦。像爸爸妈妈，我不看。一次的爸爸妈妈，一次的爸爸，一次的妈妈，哎，一次的爸爸，一次的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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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们一边倒，所以我想跟你讲，你母这样可以，无法度对。我这么无法念，你这么听到讲我呢？你这么富起来了？前面你就是还没在那边背嘛，你会想讲那秀叶嘛？这里还在哦。这里这样子。啊，是啊，我们花这么多细胞怎么带？啊？细胞呢？带来上课嘞，没啦。带就先我讲想，我两个一个，那你叫名词哈。我即马就用安尼撮过来。嘿啦。嘿啦。哦，你用空母的力量甲撮过来。因为很多的。你要相信到那个能量高度呢。很多的个案都跟我们讲，包括火马是讲，因为阿妈是足孝顺呢，是阿妈美丽。结果吼，伊往生去吼，伊过来投胎吼，投胎变作讲，变作老爱说变作讲，这个孙仔传这个。变作讲，你孙的某就对啦，嘿，会安尼，嘿，因为你的执着，你的贪爱嘛，你那股力量吼，我们这个自信就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可以善意的成就一下。我是看人老太做动物较济啦，没听错啊，啊有诶有诶，有诶公告安尼，烧，对吧？到尾两个烧吗？对啊，对啊，有仪式啊。对老爸老母我都无遐好，你一家遐好。无啊，你赶快，你下次去看，有一些两口的，真的应该注意。哎、就是很过去的小孩子他们的狗，我那天还看到呢，就是呢抱着狗啊，喂狗吃饭呢。啊，你别那个放在经济的，你也要小朋友来喂他吃饭，你把它当成婴儿啊，你要把它当成婴儿。我叫 baby 嘞。那是所以要小到他六岁一次，只有奶。果然不啊哈，被讲空调干的哈，我妈妈不行了，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小花不会去 seven， 你去了，你继续 seven， 那我去 seven 买了，买给小花吃的。有啊，我们在公园都有遇到啊。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哈，还有你要怎么去转这个事哈，老师就直接教我们，你也不要去思量什么，就是说直接就是你都不去想那么复杂，过去就过去了，你就是直接就是扣钟了，那就是回到白金室，就是当下你那个念头就是不要有那些杂念，就是刚才说你就是空掉，哎，然后就是也不要去思维，因为你一有思维，你那个你很快你那个种子第六意识那个分别就出来，然后分别出来很快哦，因为第六意识的根就是第七识，哦，那一面的具足都很快啊，像那个无形界的哈，它没有身体的执爱啊，你敢讲比狗不几点的道理，它比光速还快。所以说这种东西哈，我们这个四的体哈，我们到现在都是污染的，那我们要回到干净，那个是我们本来。你回到那里，你就有无穷的力量啊，无穷的智慧，还有慈悲，什么都具足，最好的都具足，无上的都具足。那时候你就很解脱，很自在啊，你就是可以用那种力量，用那种你没有办法不可思议的，你可以去度化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啊，因为众生还有很多啊。阿喜其实众生讲白了就是众缘所生嘛，你某一点勾起业气难嘛，所以咱在反复拢比如讲，这我的囝吼，还到我这是较亲吼，其实恶缘善缘跟你都是，只要有缘，那就是这个缘了啦。不管说你讨债还债啊，是报恩报怨哦，你只要有牵扯到就是缘的哦。啊，其实弄起这个缘，因缘所生哦，有缘有那个因哦，有产生那个缘哦，你就有机会在一起哦，就是互动哦。啊，就是我是觉得说，相反都实在是很可怜。他的心地就是这样子，这外囝，这外厝。这外报，这外啊，就是只有这样子。其实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哈，他跟你是同体的，只要有缘啊，他才能投胎做你的眷属。其实同体的，都是一视同仁，都是平等的。啊，这个缘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啊，就是这个观念，我是觉得都要去打破，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我执。这个我把我们生生世世哈，真的捆绑得太痛苦。有，因为有我嘛，你生活就造业了，什么都是我要最好的，我怎么样，我的意见怎么样，然后你身体就会去照做，你看这些我们造了多少的业，即使虚空是有相，我已经讲也容纳不下，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这个事的东西真的是很不可思议，那你如果不赶快来听闻正法，不赶快来如理如法修，你只有是越堕落越蠢越沉沦，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一切都是要讲缘分，所以这个就是说善缘我们要赶快，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清净以前，就是尽量的就是去自己有能力就是尽量去做，去帮忙人家，把好的话就是说去说给人家听，不管怎样啦，会不会成就，就是他当下他有种一个种子，有落一个印象，哪一天他真的需要了，他会回头回来找我。那有时候他现在身体很健康，我还很忙，忙着赚钱还是怎样，他现在不需要，有一天他总是需要，因为我们那个灵性很饥渴，很可怜，他很想赶快回去，就是我们都很痴很迷失，都每天还是这样子浑浑噩噩，其实我们里面那个人很想赶快回到本来的那个主相，因为我最近我一个朋友在讲说，我们那个灵哈，其实说我不晓得老师用的就是，我们如果不用功哈，我们那个灵哈会来跟老师告状的，你相信吗？相信，因为你在学嘛，你有在学，你够唔卡紧嘞，唔卡紧嘞，赶快解脱那个业力，解脱那个痛苦那个烦恼。你还在那里浑浑噩噩，其实我们里面的灵都是很急的，对，那个灵得体了，对，灵得体还都未惊，对啊，那我们就是说不晓得怎么样，所以这个、啊、是我来告状吗？没有了啊、哦，有没有？我们这一群人有没有？有几个？有几个、啊？我大咪是不是你？对对对，我经常来跑来告状，十三个人，十三个人来。
的话，然后就是十五年就是躲在猎人队里面，就是他在那里面可以说是修啦，因为他大彻大悟里面，他就是那时候太年轻，他还不能出来弘法，所以说弘法要因缘时节，人生的一切，这个宇宙间的一切万法都讲因缘，他本来没有这些，所以说在讲因缘所生法，都是要有因才有缘才形成这个果报，即使说你要弘法的人也是要看时间因缘，那就是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条件要具足你才能够成就，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所以那个六祖大师他在猎人队，他在里面他练练潜修，他修了十五年，后来时间因缘到那个师父也是先就像你跟他讲，那时候他才出来，出来差不多39岁的时候，他就是去那个华信寺找那个什么净土法师剃度，那时候就是那个公案也我没看到嘛，他就到那个寺，两个人在辩论嘛，那个幡在动嘛，心动，幡动还是风动啊？我们都是看外面的嘛，然后呢，六祖大师他就说仁者，他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你的心动。所以我们十法界都是这个心意识在动，我们的心动了，变成这个意识体，那意识体它就是能够造一切，我们的第六意识就能够分别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创造啊，这个东西怎么去那个，然后呢，我们第七识就会去执行，十分的，就是说这一本六祖坛经它可以讲说，就是具足三藏十二部经，他把一切的，不管你是剑法还是钝法，你是要怎么慢慢修，他也从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教你忏悔，教你 要怎么样供养那一些，就是我是觉得普贤十大愿里面他都有的啦，那然后到最后就是成就你自己，走这本经，真的我感谢老师，还有谢谢各位善知识给我机会，就是说，我自己这样子一路这样走过来，从去年十月到现在，我自己也是有一点收获啦，最主要也是感谢老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运用这个时代的因缘，就是把老师的法好好的用在自己身上，那赶快回到我们的白净室，让自己有力量，然后就是说有智慧，有神通，然后具足一切，好好的在十法界里面，在这里面行使你的菩萨道，这个也是老师的愿力，其实老师的愿力也是一切众生的愿力，因为我们本来具足嘛，就是我们就是说赶快，就是不要再生生世世在这样迷迷糊糊，就是预祝大家赶快回到白净室成就自己，广度众生，谢谢老师，谢谢。